他在皇兄临终前，将他的子女托付于我。可没想到，他才走没多久，琛儿和鱼儿就险些反目成仇。然而造成这一切的，竟然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我可能命中注定。 要辜负皇兄所托了。如今的一切，也只是猜测。陛下初登基，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，又颇受爱戴。要是贸然出手，一个是怕朝廷动荡，另外。 也难以安抚民心民意。这一切，先不能让琛儿知道。他性格莽撞，若是知道他的亲姐姐害死了三万将士，还害了那么多人，他一定会去找柔家理论的。就是不知道，他只是为了复仇。 还是另有图谋。现在这一切也只是猜测，我们也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为今之计，还是静观其变，看柔家会有什么异动吧。 属下无能，让他们跑了。无妨。有人沉不住气了，这是好事。穆大爷，穆大爷，救命啊！穆大爷，来了来了！快，快！什么？穆大爷。 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侄子？小生，侄母，来，快扶他进屋，小心啊！穆大人，求你们一定要救他！王爷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才害了侄母，请王爷责罚。